这个身体上呢，真正是真辛苦。在2003年 SARS 发生的时候，因为病毒非常的猖獗，上人就登高一呼，所以我就跟我们家师兄说，我们就开始如数。刚好我们农场在整理，做一个全方位的环保农场。番茄、凤梨、苹果，就用素食环保，然后鼓励大家吃素。每个人给他们尽量是异于平常的素食，这样去引起他们的喜爱。看到没？这就是我们的稻壳、稻子。整个农场是都没有农药的哈。虽然很辛苦，可是我想说这是一个对的方向。种菜哦，每一个植物也是一个生命，要爱护。我们农场里面它是有办这个石农教育，让学生从小的时候就利用跟土地直接接触。对，握着，握着，好，来握着。然后透过他们农耕。拔菜做他们中午的午餐，然后吃了以后，让他们也从中得到说怎么选择自己要吃的食物，然后更尊重这个大地，尊重食物。这样就很甜了，真的很甜。对啊，蛮好吃的，就是有机的。现在素食的人口大概10%嘛，可是它对气候的影响，对人身体的健康，却都是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做。上人说难行能行，对的事情。方向对了，做就对了。